日系手游《一零计划》结合了少女养成和策略性塔防玩法，游戏代入感非常强烈。虽然主要是在奇幻大陆中冒险，但时不时却会出现高科技感的画面，让人对隐藏其中的谜团产生更大的兴趣。在关卡中，每个角色都需要花费不同的 cost 值才能召唤到场上，而角色分为战士、盾位、元素法师、捕师、弓箭手、刺客等等，每个角色特性不同。最特别的是，战士能每秒增加 cost 值，让玩家更快的召唤其他角色上场。简单攻略就是火法、捕师、盾位这三支摆好就能够放着等通关啦。如果觉得放着太无聊了，关卡中还加入弹幕功能，可以看看其他玩家对关卡的评论跟攻略，非常值得参考哦。游戏目前还在时装、声优等其他要素，真让人期待之后的表现呢。